最近的网上好像比较流行，给什么东西都评个分儿，在上面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东西的评分。离谱的来了，直播时看到一条弹幕说我也被挂起来评分了，抱着一个好奇的态度，我直播点开了评分软件，你别说还真有火影各大主播的评分。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网友是如何评价火影主播。评价火影各大主播，说实话啊，我很期待他是怎么评价我的。 OK， 看一下啊。第一个就是扣老弟啊，我靠，热评是一个小猫，不行，我也得给扣老师评价一下啊。下一个晚安姐姐，哇，好评这么多，火影圈的和四老没有他这个圈子就炸了，最好的火影，也给晚安姐姐来一个评价吧。我爱你，我要天德啊，山鸡鱼，涕零不封号山鸡鱼，哇，山鸡鱼老师这么猛，神。比超哥还超，我给他也评价一首啊。啊，不是我在哪的呀？为啥刷半天没有我呀？难以接受啊！哦，来了。如果有一些很奇怪的评价，你不会破吧？哈，怎么会呢？啊，我玩这么多年互联网了，你要知道，一个强大的内心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接受一切评价，随便怎么评价，我欢迎每一种评价，好吧？随便评。主播，你不会破了吧？我怎么会破呢？我觉得挺可笑的啊。就是说，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呢？你觉得你长得很帅是吧？啊，你长得很帅。妈的，那个是野榜，我再搜一个榜，那榜说的不准的。OK， 这个榜。我找一下我在哪儿。哎，狗记主播有操作但不多，不过比你个好灯好多了，长得像个扇贝。